去过了。这水果捞的挺好，每口都是盲盒，每口你都不知道送进嘴里的是会是什么味道，就像人生似的，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啥，是酸是甜是苦是辣。一切全凭天意，上天给你安排什么味道你就接受什么味道，主打一个顺其自然，反正不是每一口都是甜，这口就特别酸。